达比修友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大联盟自由球员市场自去年季后以来进展龟速，多位大咖球星人士待价而沽。根据 ESPN 资深作家克拉斯尼克 Jerry Krosnick 表示，身为自由市场最大咖球员之一的达比修友，他的动向将牵动整个自由市场的签约进度，而有一些球队高层都认为小熊有望在这场争夺战当中脱颖而出。达比修友是自由市场难得的顶级先发投手，小熊、双城、洋基、游骑兵、道奇、酿酒人和费城人都有意网罗。日前更传出有球团已经开出5年合约报价，达比修新东家也在近日就会揭晓。ESPN 资深作家克拉斯尼克认为，虽然不知道达比修何时确定落脚处，但他的去处已经逐渐缩小，并爆料有一些大联盟球队高层认为小熊是最有可能抢下达比修的球队，如果他一确定新东家，将会带动自由球员的签约进度。